哎、欸，你知道？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啊？谁？就是公益的那个，就全家里面发的。哦。对不对？你又换壳了？换啊！不是那一天才是啊？要直播吗？可以啊。你要直播啊？你播啊，我播也可以啊。我播一定没有你人多啊。那这是没有悬念，绝对是没有悬念。要播吗？你觉得 ？OK 啊。你会怕吗？看起来在怕。我觉得你看起来蛮怕的，你手在抖，我看你手在。我是，其实我已经在播。是吗？对啊。欸、真的，靠！我是说我刚刚手扶手靠着腰，对。看、okay, ，有人在我家哦，有人在我家是谁？嗨，大家好。你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那个我是老肖的朋友。好，那就这样就好，那新的我就不要了。我是博彦。我是博彦。大家好，我是博彦。好，怎么样？要干嘛？你不是说就是邀请我来你家唱歌给你听？最好是啊。哦，不是，刚刚是这样子的，就我们下午待会儿有约，然后呢，博彦呢他就下午很无聊，空窗期，他就想说要不要来。原本是约你下午茶，但你觉得下午茶，结果你来我家，你喝这个苹果西，你喝这个，哎、欸，我喝这个，这很浪漫，好不好？饮料配汽，那个牛奶配汽水。好，那个厂商要汇钱的，也配是不是？没有，你要介绍一下这个。我觉得他刚请我吃这个，这个很好吃啊。这个你只吃一片而已、啊。不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打球，吃太多甜的，我怕血糖过高。血糖？对啊。有这种事吗？打球不是就是你要你的他会睡血糖要过高，他会睡着、啊。血糖高，你就很容易那种精神不济，会想睡觉。那是血糖低不是？没有啦，血糖高吧？啊、哦，血糖低，对对对，哎呀，果然是什么都懂。你是没有以前上学的时候没有遇过女生那种就是头昏然后给她吃糖那种？没有，因为通常昏倒，我们体育系躺在你怀里这样。体育系的同学都比较，女生都比较像男生，我们都心里想说啊，倒一个算一个，就算了。那同学那个头发都比我们还要短，女生。哦，是啊。对啊，我们练体育的，我们班除了跳舞的女生比较漂亮。那你以前是练体育的？对啊。哪一个学校？文化大学，阳明山最高学府。辛苦了。对，不会了。那文化大学辛苦。文化大学怎么辛苦？哎、欸，你是文化。文化。对啊。因为栽培你。哈哈哈，有一点点浪费时间。这段直播稍微有点浪费时间。没有，我说文化大学栽培。为什么？不会啊，开玩笑。哎，都不能开玩笑。可以。哎，我们没有那个，因为刚刚我们在听歌啊，听歌，然后博彦就一直在旁边哼，我就想说，哎，好像很会唱的样子，要不要？是不是要唱给我们广大的观众听一下？唱你的歌啊。没有 ，any song, any key, anywhere, anytime。但我不知道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应该要唱什么。关公面前晒太阳。晒太阳。包青天，包青天，包青天，包公面前晒太阳。后羿面前吃太阳饼。白痴，白痴，你俩要不要唱了？唱什么啊？这种要唱什么啊？你想唱什么就唱，而且我们现在直播时段是冷门时段了，因为大家都还是上课上班。对，一定会有人偷看的。反正 bonus 嘛，就是给大家嘛，对不对？那今天呢，有上来看的，然后我们会抽奖，我们送这顶帽子，好不好？好。啊，怎么抽？没有小帮手。没有小帮手。我们没有小帮手，那就当玩笑一则了哈。来，我们上楼，上楼。哎，你先问一下有没有，到时候最近有没有人要去买到这个票，有人要去看的吗？啊 ，Bruno Mars。啊，你面前有一个人，你有票，你为什么不问我？谢谢喽，因为我买不到票。我票比卖票的地方还要多。真假的？
夸张。走走走，去哪里？不知道，唱歌。哎呦，他完全不怕哎，那个。我妈叫谁？这个人完全不怕哎。Purple Rain。呜。Purple Rain。他有一点那种学生实习的那种声音，就是有点不太大声，但是哎，气又蛮足的，可是声音好像又不是很扎实。毕竟我们不是歌手，我们是演员。好啦，来到一个小小的房间啦。这房间，这个房间山的味道很重，因为靠山。哦，有木头味蛮重的。山。山。一个木在一个，靠山。好，来到这个房间小房间要干嘛？挺浪漫的。哎，我们待会要干嘛？要不要跟大家说？我们待会要去。哎，怎么？我们待会要去。哎，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去。哎，你不知道的地方。啊，干嘛？先卖个关子。你要唱什么？唱你的歌啊。我的歌你不会。哎，有了，有吗？现在有吗？现在要连接上了，不是吗？没有，我好像还在。哎呦，很久没在这边表演唱表演。为什么没声音啊？好像我不会用一样啊，搞得我好像不会用一样啊。哎，这有刺青贴纸，挂卡。挂卡啊！半假系列。白姐，我先浪紧，我处理一下事情，浪紧哈。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来介绍一下刺青贴纸哈，不知道大家有刺青啊？哎，要不然你现在闻，然后待会。你穿吊咖的，你说他家里面有这个半咖的刺青贴纸，然后我现在闻，然后等下打球。你要闻吗？不要啦，这样很那个。很帅啊，很帅啊，很帅啊。对啊，你就这样打、啊。手臂，哎、欸，你有看过不？我很凶悍。